从现在起，本届国家队就地解散。哥的宝功可以归，高层的共识是，过去两年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。蔡大炮是怎么胡扯的？您承诺两年拿下四维四零杯，现在您该何去何从呢？咱们这代人注定是炮灰。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对球队的管理问题？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，太草率了。对有人投诉你用人问题那事儿有什么回应吗？历次比赛主力是怎么确定的？出国比赛的名单有没有公示？不会是连赛前计划都没有吧？只要乒乓整盘棋能盘活，哪个字都不重要。A short week Chines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is sport。中国乒乓还能打败欧洲吗？中国球员还能战胜马尔德内尔吗？中国队还能登上世界的巅峰吗？你们相信吗？怎么都让我再拼一次。